将他向马刀和鹰。那时候，耶稣对门徒们说：“人们只向听人说，以物还物，以价还价。我却对人们说，不要抵抗恶人，就有人使你嘅价杯，你啊另外一杯也可以。有人搞你借，却你嘅烂沙。”你量刮痧也可以，就有人强迫你走一寸步，你不会走两寸步。求你个爱可以，有人甲你借个，卖拒绝伊。你若一向听人答，应该爱你个正正人，恨你个仇人。我却对你们说，你们当爱你们个仇人，为迫害你们个人祈祷。好使你们成为你们在天之父的子民，因为他使太阳升起，光照恶人也光照善人，落雨和雨人也和不义的人。恁若是只爱爱人民的人，你还有什么需要报？水里不也是做些做？你若是问候你个兄弟有什么特别个，我帮咱也就先做。所以你应该是成全个，就当人们个天父是成全个一样。各位兄弟姐妹，这个福音甲顶个礼拜个是就爱做不退，耶稣当咱做一个门徒个呀。咱个意志就爱超过经世甲法律世人。咱在经世甲法律世人，伊人所注意个是修法律，然后物件就爱对法律行，也碎碎点个物件也袂得放过。你若家己晓得家己真强，是好人推说别人，但别人是绝症。但是耶稣答。做一个门徒的人啊，就要超过这撮经世甲法律世人。咱修法律的人有时想个是呾，我做你咩就会袂犯法。伊想个是上少爱做到底解。伊所主请人做一个门徒个，是爱咱爱超过，咱咪咱想呾底解是啥啦？底解袂使做，咱爱想呾。那爱做地界，地界得做了友好，所以耶稣主学了哪个？比如第一个耶稣主的，古早个人啊，伊人他那是人得罪了，就爱报仇。但是古早人能报仇，有些是真厉害啊！你拍我，那么拍了多等，拍了两三人，有时话甲你放火烧了该厝。所以耶稣主他就是个报仇，唔是耶稣主的古早人他。美食啦，安尼就是个报销么？了恁若是爱报销，会使，但是爱卖卡卖过分，所以呾人付了一粒麦，付了五百卡，你得付多顿付一粒麦。若是人付你个手、你个嘴、你个眼、加老一届，你会得付多顿，伊个一个眼也付出来。但是咱知啊，报销嘛，老实就是个报销。气到心来，报仇的时候，什么该都做出来。所以，咱在那是有修行，那是想要报仇，咱甲咱之间啊，永远是无变和睦。耶稣主单，咱那是爱做一个门徒，咱就爱超过这世界太多。咱爱有大宽解心，咱爱宽赦，咱爱光亮。所以耶稣主。打了几届，比如呾不将呾能够你行一寸步，你对行两寸步，了能拍了正半日，左半也转过来。意思是呾，咱爱大方，咱爱有这个愿，这个心愿意宽恕别人，愿意做平常人做袂到个。了第二点，耶稣主呾。古早人呾宁爱宁个正经，但是
恁免爱那个受惊。咱在犹太人个态度是理解啊，你若是你家己人，你若是本是犹太人，若是你对我好，安尼我就对你好，因为你是家己人。但是你若毋是我家人，你是外邦人，你若是得罪过我，我就卖煞，我爱报仇。但是耶稣主，咱是做世界态度，咱甲外邦人有啥物无相像？外邦人嘛是做啥？咱平常咱无性格个，咱不是做啥？人对我好，我对伊好；人对我无，我对伊无。但是咱做基督徒个耶稣主，咱就爱超过做啥？咱做牛帮做狗嘞，因为咱个天父不是做啥？天主父伊老好，好好咱也好歹咱。了，咱一个石头起来，照好咱也照歹咱，所以天主无分，你是伫点，拢总咱是天主个子女，所以咱做基督徒，咱爱学习耶稣主个精神，让咱爱用出啥个态度对咱周围个人，就算是咱个仇敌，耶稣主呾，咱也爱推开，咱咪晓得爱报仇也是理解。在咱就先就跟人耶稣主安尼做一个门徒，是咱在咱是两只个咱有时想爱搞做袂到，但是至少咱这是咱个咱所希望个，咱愿意就先做，咱愿意会使主来主好，慢慢学，安尼咱就正式成为耶稣主个门徒。感谢大家，天主降福您。